的星星啊，孩子们，从前天上没有星星，连一颗也没有。你一定要问，后来怎么会有的呢？啊，听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。啊，这个故事叫做龙牙星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那时候我只有300岁，咱们苗家出了个小伙子叫桑。轻点儿，轻点儿。哦，对不起，老树爷爷。这天不补上可怎么得了啊？我去补。你去，谈何容易呀、啊、难道就没有办法了？有倒是有，在很远很远的南方有座乌流山，山上有个老熊王，他有3个姑娘都会补天，只要你找到一个姑娘，请他帮你去补。哎呦，好冷哦！哎呀，好冷哦，好冷哦。谁呀？天破了，请你送个女儿下山，帮我去补天。补天？管我什么事？哎，老熊王，补天？这玩命的事，傻瓜才去。傻瓜，真是个傻瓜。哎。
哎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哎，哎，别动，那是我的脚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好冷啊，小伙子，这么冷的天。你来干什么？啊，天破了。什么？我听不清，请你把我耳朵下面的刺拔掉，它害得我听都听不见。好。谢谢你，这下听见了。你说，小伙子，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天破了，我请老熊王的女儿去补天，可是老熊王不答应。哦，这个老糊涂，补天也是为了大家嘛。来，我给你个宝贝。你把这铜鼓敲起来，老熊王会答应的。哎，老熊王，送个女儿下山来。我去喝酒。不，我请你去补天。补天？大公主，我就爱吃吃喝喝，补天又没吃的，不去。我来了。姑娘，我请你别说，我猜猜。啊，我猜着了，阿哥是请我去跳舞吧？啊？哦，不不，我请你去补天。补天？我二公主只爱唱唱跳跳，补天多苦，我不去。老熊王，再换个女儿来。你也别去了，补天多危险，我给你金银财宝。哼，谁要你的财宝？姑娘，天破了，你愿意跟我去补天吗？嗯。人们都在受难，咱们快走吧。不。为什么？我要回去织纱巾。你不去了？天上的裂缝要用纱巾补啊。我帮你去织吧。哦。
谁要你帮忙？粗手笨脚的。那么要我干什么？你去找小龙要龙牙。要龙牙？对，只有龙牙才能把纱巾钉在天上。哦，那么小龙没有牙齿怎么吃东西呢？小孩掉了牙还会长的嘛。哦，对对对，我真傻。你快去织纱巾，我马上去找龙牙。一路小心。你快点来呀。哎，三妹，你这干什么？我想去补天。哼，一对傻瓜。哎，你别剪。不剪下这长长的头发，拿什么去织补天的纱巾呢？啊咦！娇妻似泼八百，献出姑娘情意片落，似莲似仙。把你们的牙齿交出来。我先过，快跑，让我先过，你先过，我过去。我先过，这下跑不了了。快放下我，放下我，放下我，放下我们。我们你放下我们就给你龙牙。这是真的？是真的，放下就给。哎，撒谎。不撒谎，不撒谎，不撒谎。那好吧。快跑。哎，好啊，这两个小鬼，看我不抓住你们。别跑，别跑，回来，回来。哎，快躲躲。都是你闯的祸，谁让你抢我的桃。什么？三妹下山了。干什么去了？还不是去找那个小傻瓜了。三哥。
三哥，三哥。你纱巾织好了？织好了。龙牙，我还没找到。三哥哥，是我们不好，我们愿意帮你去补贴。咱们走。哦，三姑娘，三姑娘，不能去呀，不能去，危险，危险。少年过去了，他们还在天上忙活呢。啊，不信你晚上自己去看吧。